各位大家好，今天继续分享剑英的《扶上实力》第三集。历史上很有名的宰相冯京，他父亲冯绍在壮年时原本无子，太太便劝他纳妾。冯绍路过京城买了一妾，问该女家住何处。该女子哭泣流泪说，他父亲因为欠人债务，才纳了她还债。冯绍听了，觉得可怜，立刻将该女归还其父。并且付出的银两也赠送给该妇女。回家后，冯妻责问丈夫怎么不买妾回来，冯山便把经过告诉太太。太太听了说道，你的善心应得如此好，不必担心没有亲子没有儿子。果然经过数月，冯妻竟然怀孕，而且将产婴的那天傍晚，家里邻居都突然见到一群鼓乐队锣鼓吹奏，护送一个状元拿到冯山家。当天傍晚，婴儿诞生，取名冯京，长大考取状元，当了数朝的宰相。由此事例可见，上天对于居心善德、能见贤英美色的人所赐的福报是相当重显的，阅读者亦能自勉勉人，见贻得福。好了，喜欢请订阅，谢谢大家。